看这一题，他说哈、哦，平面上的这三点贡献，那么问 k 等于多少？我们稍微给他画一下好了。这个的话哈、哦，我假设呢，这叫做 p， 这叫 q 啦，啊，这个呢叫 r。如果他们三个贡献的话，那么任意两点哈、哦，通过任意两点的那个直线哈、哦，就会重合。那重合的话，代表那个斜率会一样，也就是说哈、哦。这两点呢，哈，通过这两点直线的斜率，哈，是多少？是等于那个，这个减这个嘛，这个减这个是二，除以这个减这个，这个减这个的话多少？一减负二就是三嘛，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通过这两点直线的斜率嘛，哦，五减三多少？二嘛，啊 ，k 减一除以 k 减一啊。那这样就可以把 k 算出来，二可以溜掉，所以就得到哈 k 减一等于三，那 k 我就晓得是等于四了，所以答案是四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四了。